威风无起，波澜不惊，禅技入地，反噬内障。别跑！招吧。风车险阻，朝前夕替，魔龙进冠，寒暑不避。啊，易先生，不错，比起前日又有所进意。可是我感觉要突破瓶颈始终还是差一点。武道一途，外练筋骨，内修心境，外练靠情，内修却虚悟。若觉得疑惑，不妨偶尔驻足，观赏一下沿途的风景。观赏风景？山高路远，总有终点。修行之路，没有尽头。